如果我让你选，你会选什么？我想做你的百姬，替你承受所有的伤害。电视剧《狐珠夫人》正在热播，方珠对方海氏的付出不言而喻。想当年，如果不是有方珠拯救，海氏可能已经被邪恶的官兵给杀害了。 可以说，方珠的出现就像是一缕明媚的阳光照进了方海氏的心房，所以他从小到大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跟方珠成婚。然而，方珠身为地虚百姬的宿命，让他与海氏的爱情注定会磨难重重。更别说后来方珠出于保护海氏的目的，还将他主动送进了地虚怀中。极致虐恋说的就是他们了吧？还好地虚并没有为难海氏，在看到他对方珠的真心后，地虚做出决定，解除了方珠身上的百姬诅咒。故事的最后。 方珠海氏携手告别朝堂，两人选择归隐山间。最重要的是，方海氏主动要求想变成方珠的百姬，为他抵挡一切伤害。方珠本来肯定是不愿意，但后来他灵机一动，自己也变成海氏的百姬，从此二人共享伤害与寿命，实现了真正的同生共死。不得不说，这也太令人感动了吧！